来哈，咱看第七行，五入所地上，如是菩萨五入意缘，殊异相，故五入遍伽所执性。五入为色，故五入依他起性，分合五入完成实性。若依灭度意缘。文法分析种类唯识之相，逆时菩萨以见异相，一切殊异无用之相，故殊唯识亦不得生。由是因缘自一切机，无分别明，无法界中，便得相见。遍得现见相应而住，逆时菩萨平等平等，所言令言无分别地，以得生起。由是菩萨明以五入完成实性。阿弥陀，咱只对头啊，再搁接落哈，对头啊，再搁解说嘞。迄、那个搁修行，即、这个要入微识的即个菩萨，哈、哦。先推求，啊，甲先观察，知影吼？啊，就是一定要先五入，咱心意升起的，对各种事情的、各种事项的缘起性的即个语言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思义上，来，搁念一遍，先五入。啊，这个众生吼、哦，心意起说的迄、那个外相安尼，因为这个外相本来无名，啊，咱即马心内想，看要甲号什么名安尼，啊，到有一个根说出来。但是咱哪知影这個文字甲语言，就是咱这世间互相要认知。甲互相要共通的，好、哦，因为这个物件啊，无一个好一个名出来，那么这个世间对这个名相，咱无名，当然大家拢袂当沟通。啊，那么这个名要好，当然是心先起意安尼。啊，像当时这个个律师的向心子，啊、哦，我安尼讲应该知影啦，哈、哦，譬如讲画一个烟花，中间点一点叫做太阳。啊，画一个月形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来甲叫做月亮，画三个尖的，啊，甲来甲叫做山安尼，对吼？迄就咱家己想，啊，想甲号即个名，甲言说，即么是讲安尼？毋过这种拢是外相哦，这外相是无实在，会有相，因为这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较会当再误入。众生遍伽所执的，诶，这个心啊呢，即性来个讲心，因为先了解在外相是因缘所生，是无实在。啊，再当然搁再体会，咱众生对这无实在这物件，啊有偏见执，但是你若知影这个外相真正无实在，安尼当然，较搁再渐渐体会出。众生遍伽所执的这个，就是因为众生遍伽所执是执外相，啊，甲既然外相诶有相是无实的，那么当然众生遍伽执有哪无实安尼？因为外相是有相，遍伽执是心相，啊，但是心相是遍伽执外相安尼，所以这两项拢无实在。那么，搁再来，较会当误入这个唯识安尼，较会当误入这个，因为外相拢都是唯识所现，安尼较渐渐来误入迄个唯识性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唯识是拢从咱心内意念分别心而意念安尼。好、哦，安尼看有哈，意念分别心而意，也就是误入依他起的。好、哦，这个五入依他起性，就是讲，也就是五入依他起，
但是毋知影讲安怎样，比如讲你若先误入依他起，甲误入众生的即个骗假执，众生骗假执，就是因为骗假执依他起安尼。骗假执即依他起的即个意见的外相，吼、哦、心上执着的是外相，啊，即嘛来安尼，就是误入依他起安尼。但是唔知要安怎误入即个完成实相安尼。这个三无相的中间吼，都已经知影这个缘起性是无相，众生偏见这个心相也无相，吼安尼来呢，这么慢慢较个悟入这完成实相安尼。但是那是如果已经灭除威慑的相，吼安尼较会当顺便悟入完成实相安尼。诶，这个故为先知影一个。这个依他起的这个相，是咱这个八识的这个相分所变现的，是有这个主体的这个因，啊，加外境的这个诸相的依他起安尼。但众生今仔日贪着这个依他起的相，这叫做骗假执。啊，像这个众生骗假执，这个就是咱讲的这个相分如见分安尼。相互有见分的中间吼，你若知影，安尼就知影讲这个外境当中是心为识所现，啊，为识所现了，即马来你就会当灭除为识的这个想法。来讲啊，这为识的相分，较来变现外境的这个相分安尼，安尼较有可能顺便误入迄个不变的完成实相安尼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这个意思是给讲安尼哈，你若会当体会诸法，不同的诸法、诸事、诸相，拢总是众生的意愿。哦，迄、那个文字上改号一个名出来，这个你若当体会，那么这个就是对这个对来体会出来。因为一般的人唔知讲外相是缘起相。吼、哦，还、啊、是文字语言来给定一个名，吼、哦，众生才会当共同来认识的，啊，会当来共同说明安尼。吼、哦，比如讲，咱来跟你讲这什么会，吼、哦，什么会，我就知影。啊，是讲你跟人讲这什么会，人嘛知影安尼。吼、哦，这叫做意见。那么你哪会当知影呢？这个开，你会当体会诸佛是意见。那么这个当然是对对的，对文化分析，他在这个各种不同的种类是唯识而已安尼。安尼看无，看无，这个诸相是真多，这个叫做种类。啊，种类呢，你即卖咱对这个文化分析，慢慢知影讲这个种类，拢总是唯识而已安尼尔。人嘛是卫生嘛哈，啊，这个环境的这个事也是卫生，了解吼。所以今仔日大地的各种动态，拢从众生共有的这个卫生所现的，还知吼？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，拢总好；社会动乱还是平静，拢总是众生共业中的这卫生安尼变出来，这个是种类无尽安尼。那种类无尽，这个是唯识而已啦。譬如讲，这个文啦、啊、语啦、啊、境啦、啊、心，吼、哦，安尼你知影，拢总是唯识所现。所以文语，这个语就是书，吼、哦，也是有也好，也是讲这个境，也是这個心，你若在观想，都会当灭除安尼。啊，灭除了呢，你当然就去除、去掉到这个偏见之外呢。因为一切拢总是唯识所现，所以咧骗假执的心特别毒起啊，较容易灭毒啦哈。今仔日如果你若无闻这唯识啊，闻分析、闻法分析，可能就无可能破毒在物件的，而这个执着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哈，一定系会当破毒。但是这个菩萨，因为要追求五入。这个名啦，吼、哦，书啦，哦，这个就是书哈。头前讲的迄、那个，哦，这个个，诶，素心书观，知影吼、
记住咯，也是讲自性差别，拢总是无一人是实体。像即句话佫讲啊，菩萨要追求，要入讲即个名，属自性差别，属实也无实体，因为海拢总是缘起的，所以已经会当牵除个人的即个偏见之外，佮会当牵除个人的偏见之外。安尼呢，一切所有的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头前佮讲的即个素心书，即个吼，一切所有的，既然无有对象，就讲无实际会生安尼。因为若无这因缘法，吼、哦，啊无即个唯识的境界，可能就无，就知影讲无对象的可能安尼。啊，既然无对象的可能，毋过有缘起相啊。啊，若离开缘起，就无这物件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无这物件。好，所以他讲，思维性的幼年，安尼起来，当然，这个幼想有那未生个，因为怎讲，这个缘起的这诸相，是业识因缘安尼所变现出来。啊，那未的众生当然有执着，叫做偏见执，但是已经悟出来了，你就知这思维的这物件。事实是无，不得性是无安尼。好、哦，事实是无，啊，但是凡夫是甲当作有安尼。啊，但是你经过唯识文分析了，你就知在外相事实是无。好、哦，啊，但是你若知讲事实是无，即马这段咱卖讲，这段吼、哦，事实甲你讲，事看甲无啥啥。现在这段卖讲，即马这段来甲接落对，接落阁过来接了。好、哦，较会当达到一切上不连线啊。第二章，我这本第二章，找出来哈，敢找着？转过来，安尼多会顺，因为这段是伊家己印顺得书阁编出来，当然是加强法语的了解安尼哈。这么来哈，你若知讲，一切法是唯性。所现的这个有想，迄、那个想在执着，我那未生起来。好、哦，因为凡夫是执着这缘起法，所以靠偏见执。但是菩萨已经悟入啊，所以咱这个个对世间执着的这个有的想法在偏见执，我那未生安尼，未生。啊，所以进来底靠会当达到一切相，在你本身内底并无现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那是讲这个一般凡夫执着，所以所现出来物件有好有歹，啊，就产生一片价值的一个计较安尼。好、哦，有得有失的计较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但菩萨已经知影，达到一切相不天天，而且两片片价值的心嘛无生安尼，安尼接受下不？好吧。好、哦，安尼开就会顺啦哈。因为怎讲，这个自相缘起相，你怎样就因缘起，啊，这你就别个在显现，无显现，因为一切诸法皆空啊，无因缘，就无这个物件。啊，这你就会迄、那个偏见执的心，有哪袂生开？安尼来，较渐渐进入一切法不生，安尼破戒性啊。这句叫做安尼看好无？实在讲哦。安尼会顺的呗，好、哦，安尼起来就接了就顺啦。啊，这段是伊是要甲咱讲较详细，但是这段安尼看我点都乱记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一切法就讲对有这个过执、偏见执，这个叫做一切法。偏见执就讲执世间的这缘起相，所以偏见执呐无生。当然智慧就生了，安尼看有哈，智慧绝对生。啊，若是讲对世间的这缘起相，你看未透，看未透，这缘起相虽有实无，哦，你若看未到呢，啊，就像众生相像，集大小，集关家，哈、哦，集得失，
啊，就开始各种的这个作业。啊，你若讲咱这个世间的诸相是因缘法，啊，因缘法若无因缘共同来甲组织，当然就无这个物件。吼，啊，这个无这物件，当然你就袂去执着。所以今来在讲骗假的心甲无生，啊，你既然也是无执着，这个叫做一切法你若无生，就是讲等于无执着。啊！你自然智慧生啊！好，搁再看下面，啊，唔开当达到性定啊！达到这法界生，啊，就到达到这个性定的境界啊！啊，你若讲今仔日对这个缘起性的这个，依他起，这物件你都无了解，这思想思啦，啊，甲即个个名啦，啊，自性啦，甲差别，即无实体，你若是毋去无去了解，凡夫是无了解，啊，无了解就偏见执，啊，偏见执就愚妄别嘛，这是必然的。我、了解吼，啊，即马你今仔日学法的人，那已经知即缘起性，是本来无生，了解迄个不生也不灭，那么来你就无偏见执。无欠计这种一切法，会执着你就无生，无生就智慧生。啊，既然无生智慧生，就是圣人的境界呢。来下面，这个在这个观照体会上，观照体会上，当然有体会，就是有心安尼。迄个心有心靠体会，那么这个才能达到这个义不可得。义就是讲。外有，也是讲外事，因为这个义，就是这个名义，啊，甲自性差别，所以这个事，我们会使叫做义安尼。安尼你今仔会当达到这个义，不可得，就是讲无失的。这个外相外事无失，那么这个性，嘛是无失的。这个色是包括你个人的这个业性，啊，它显现出来，它有一个外境的相分，诶，这个事，还是讲以这个有，这无实，啊，这个色有哪无实，安尼才会当五入，这个完成实性的迄个空性，即马这三句话看一下。当然，这是咱故意完成实相，这个是咱故意完成实相。但是即马会记着，安尼甲变作微相，这个相，甲变作我，当然我会有，啊甲输安尼，迄是结讲义。这个我会有相会有，啊是讲这个输。既然无实，啊，咱就知影讲，这个无实的物件是由这个无实的变出来，这个内底这个无实在变出来。安尼，即马你就知影，这个假，这有哪假？安尼开当误入这个真的。安尼看好无？迄个就是第三句在讲安尼，就是你会当达到圣境、圣人的境界，才会当彻底体会迄个空理安尼。你今仔日讲，是这个有的相甲事相是有的，当然你就知这个有哪有啊。啊，不过那执着这个，伊是唔知影这个哦，唔知影讲咱人的内心的问题、微细的问题。啊，那知影讲这个灰色，啊，灰色是对对变出来，就对这变出来嘛。啊，这个嘛灰色，啊，所以你灰色两行拢灰色，外甲内拢灰色。安尼开当体会这个实的，迄、那个叫做完成实相，开当体会这个，就是咱人迄个自本性的空性。这三句话讲啊，就讲给修行学这个唯识理的人，一定要先了解这两种。所以这里底甲讲，五入一切义无分别的名，迄、那个一切义，咱即马甲看，迄、那个。
四心思观内底叫做思，啊，二即二叫做有。我那两行都有当讲吼，因为唯有是一个意见的分别俩。一切思吼，一切二有，就是讲世间的这思想，甲这二是众生随意改分别一个名出来。安尼，所以有无同的法界。不同法界是安怎呢？是无同的作用，这两种来甲解释啊。譬如讲，这个的作用，这个的作用，这个叫做法界，这个和这个无同，这个叫做法界。这个无同事，啊，甲无同功能，无同物质，啊，所以伊这个无同物质的无同的功能，这个叫做法界。所以诸相，那叫做诸法界，即个讲，即个一切即无分别的名，哈、哦，伊本来无，但是即马搁再另外一讲咧讲法，一切即无分别，伊本来是空性的法界啊，本来具有空性法界，就是迄个一真法界啊，唯有一真法界呢，但是需要迄、那个。拢总是因缘起，啊，甲众生意愿来甲分别安尼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两句话来甲讲，这句话甲讲做两项意思安尼。一项是思想无同的功能，即有那个无同法界。譬如讲，咱台湾来甲分一个，高雄市、高雄县，但是市甲县有一个分界，迄、那个叫做法界安尼。哈、哦，这个叫做思，啊，甲这个三昧来，甲这有的法界安尼。但是一真法界，另外一个一真法界，我那时候讲，好、哦，这一真法界，比如在法界中，你会当清净，哈、哦，在法界中你会当清净哦，现见无法界相应，如诸安尼。好、哦，假的法界甲真的法界应该是同一体。是不是？恁家想看卖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假的法界是因缘起，那无这因缘起呢？事实伊都无这个思想明显出来。但是这个因缘起的这个自性是应该是有那空性，无因缘起都无嘛。所以这个就你来当跳到这个假的法界吼，伊本来是唯有空，安尼都含咧现见，这个咱含咱这个法界的相应。哦，这么得体会了哈，体会啥呢？体会在缘起的法界，伊是缘起性本空的。啊，那你人体会是缘起性本空，啊，都含咱迄个空性实力安怎相应安尼？法师讲安尼哈，小我所谓一个，这个时阵的菩萨，拢总是平等平等，平等平等就伊无分别啦，无分别心啊。安尼看吼，所以咱即马讲一句实在哦，实物也是因缘法，诸相也是因缘法，人性也是拢因缘法。好啊，但是在因缘所生法内底有一个功能的真如性。好，那无迄个功能的真如性呢？迄个功能的真如性就是咱人迄个一真法界安尼，安尼多相应。好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即、這个迄、那个灵缘甲所缘的无分别地，安尼开始生起来。灵缘的是心，所缘的是境嘛，对不对？想看卖啊！啊，这灵缘的心甲所缘的境，你会当达到无分别。你若知影讲是因缘所生的这个境，啊，甲这个个所缘的灵，所缘的甲灵缘，这个是心，安尼就产生甲这无分别地，就生起来安尼。因你就知影讲这个外境。是缘起法，哈、哦，缘起性本空嘛。安尼即个都含咱的心的迄个一真法界的空性，拄啊，结果会生起来呢，迄、那个无分别地就生起来。安尼看好哈、哦，但是灵缘的地应该是无分别，灵缘的地哦，无分别哈，但是所缘的真如境嘛是无分别啦。
所以这个地无尽如境哦，都一体啊呢，成就一体性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如地的无分别中，所处甲灵处的这个形象，拢总无安尼，迄、那个心也无，境也无，哈、哦，灵所相望，安尼叫做平等平等。灵言的心你袂言啊嘛，所言的境都无失啊，安尼算是成为一体嘛。哦，想看卖啊哈，这爱想哦，安尼叫做平等平，由此平等平等，而无分别地显现，安尼就是菩萨名已经五日完成实行了。安尼看有哈，爱看有哈，安都已经五日要完成实行，所以宇宙万法同一体性，但是事实嘛是一真同一。当一个一真法界啊，这当然你爱有体会，有去受过这个个佛法的熏陶，吼熏习甲陶冶，安尼才有可能去体现出来，那无可能。所以宇宙中啦吼，无量的这个星球啦、银河系啦、吼大千世界啦。啊，这个每一世界内底各种思想，可以讲当作因缘所生。但是因缘所生之上，当作是空性，还是讲空相？啊，不过宇宙间一真法界嘛是空相啊。安尼敢无分别？无分别，事实无分别。那在圣人的圣境内底吼，事实是无分别。啊，在凡夫内底是大分别安尼。啊，不过都凡夫唔该分别。哦，凡夫心真重，当然都分别。但是一定确定离俗的这个圣人，五日完成实行的这个圣人，就知影讲无分别啦。无像那开讲烦恼甲菩提拢总同一性，啊，无应该烦恼归烦恼嘞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个菩提归菩提嘞，菩提叫做觉啊，烦恼叫做迷啊。啊，像那讲烦恼甲菩提同一性，听无？所以这个是水准无同，所以伊的。对这个水准无同，中间当然伊心地所了解无同，吼、哦，啊无都烦恼是灭啊，吼、哦，啊这个菩提是觉啊，啊菩提觉是应该智，啊烦恼是应该灭甲种嘛，应该是相对烦恼，为什么开讲一体性？吼、哦，安尼想看卖啊，小可思维一下。首先来在到这句甲讲菩。那到这个个平等平等无分别地现前，安尼就是菩萨名已经五日完成实相啊。当然是先去体会缘起的性，啊，再来众生遍界即个性，这拢总是空性。啊，其实三无相内底拢总是一真法界安尼，当一个一真法界，哈、哦，但是。安尼，咱会当亲近法界的圣境，哈、哦！但是会记住咯，迄、那个亲近法界的圣境哦，唔是咱个人想象的，唔是用想的。听话，迄是亲近诸法无生的。安尼点到，哈、哦，是亲近诸法无生。唔是咱去用想的讲啊，这代志都是安怎啦？啊，先做安怎安尼想的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哈、哦，所以因为世间人所认识的哈，未当超出灵处甲所处的范围，是不是安尼？灵处是心嘛，哈、哦，就是咧片界即个心，所处是这缘起，所以一般世间人哦，无可能超出这个。但是合法的人未使停顿，一定要超出。哈、哦，但是菩萨，哈、哦，所悟的，就是这个级别的发生。诸法本来不生也不灭，这是菩萨伊所悟出来。就是本体唯有一个完成实相，安尼是伊俩。所以迄个灵地的，应该是加讲法者，唔是学习，啊了解。即马即个灵地吼，即马是计讲头前讲迄句亲净法界圣境迄个安尼，迄个就是法界地，哈、哦。所以
灵知的是法界，但是不是世间有的哦。安了解哦，所以世间有的迄个是种个常识甲知性，因为伊是执着诸法的缘起性俩，所以有计较甲分辨。但是智慧所生哦，菩萨所悟的，就是迄个寂灭诸法本来空净，无生亦无灭安尼。哦，即法义相生入法义啦吼，然后较去体会，当然一定爱修，较会当出来安尼。哦，所以迄个菩萨灵智是法界，实咧毋是世间有诶哈。即个无经过相当诶一个文殊修，伊无可能生出来。哦，所以我甲人去做讲者，应该咱大家有那是种学术。你敢要相信家己？但是咱唔是要得到诺贝尔奖金，但是咱要得咧超过世间法千万倍。你相信无？世间的这个世间法的诺贝尔奖金，当然是最高的一种学府遗所奖励世间的。那你该知影，这个是咱未来将来出世成就一个大圣者。应该咱大家喜欢的学术，无啥物唔变，无啥物唔对。但是世间的学术甲学者是学世间的生活，哈、哦。但是咱今仔日呢是唔是安尼？咱我是学生，是有那无唔对。但是咱要学研究的阶段，无爱搁再有生生灭灭的苦。所以咱的学术这个名应该超过这个个世间的这个学者。应该有真无量无边的这个境界，甲水准出来。虽然咱大家拢一个默默无闻的，下一个老百姓，但是咱的心境唔是一般迄个得到诺贝尔奖金迄种人会知影。我是安尼认定啦吼，啊你唔知要家己肯定面，啊要家己肯定，啊，无人干吗？应该是爱肯定家己个对。但是当然，追究中学的中间一定要有羞耻，吼、哦，安尼较会超然，最熟悉的代志，吼、哦。虽然有时，吼、哦，这个事实会发生，吼、哦，但是世间有事实的，这个有这个法义上，也是讲发生，但是法界是宁静，安怎吼？但是只是今仔日随世俗，哈、哦，实际上是一定爱明白自性，哈、哦。唔过明白自性了后，才会当达到难思难记啊。一定爱明白，这个色所变化这物件，你要先明白，因为这个是非真，其实嘛是不生不灭啦，哈、哦。安尼，你才会当有达到难思难疑的一种水准，哦。但是咱只能讲这个，哈、哦，生离空，迄、那个个一切妄执，妄执啥？妄执世间的诸喜轮相安尼，啊，个这个根基上，生度空，这个妄执的喜轮，哈、哦。但是直接甲觉这个万有。万一就讲一切法，直接去甲一切法的实体上安尼，因为万有是空性，啊空性有实相，因为空缘起的空，缘起性的空性是实相，所以咱先了解迄、那个妄执去掉了，才当直接万有，诶，这个实体上安尼。所以这缘起性的物件实在是空。众生的心的梦想原来是空，因为众生的梦想迄个偏见执是随这个个缘起性的这个结转的，啊，所以原来无定性。好，啊，不过这个缘起上的这梦想心实在是原来都微现，而这个经济出来，啊，不过这拢无实。好，相分变作这无实，啊，咱两个心上来接触这个世间上嘛是无实啦，啊，无实，即马你就查讲这物件吼，咱梦想的这物件。啊，甲造化出来，这物件拢总叫做虚论。
安尼来了，你才会当直接降五万有，迄、那个真实的迄个实体安尼。所以先破家己的梦想啦，吼，先破家己的梦想先，就是破这个危险。吼、哦，无论是相分也好啦，见分也好，先破，还拢总无实在。安尼人，咱人内底迄个完成实性都不变啦，迄、那个叫做是上显现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搁在对世间的这物件计较啦、是非啦、有诶无诶，我甲你讲，等于修道，还未去家庭啊，那些食红菇还未家庭啊。像咱讲呢，因为较早咱这个。即唔打够去做迄个红菇，无迄个鸡红菇吼，啊用迄个一支叉安尼个，介讲断一个骨壳安尼，啊只腌到红的伫外口，内底一层白，啊白内底搁一个鸭，啊有番薯鸭啦吼，啊有红豆啊鸭，啊有绿豆啊鸭，啊咱讲一句实在吼，你若无加加内底淋，你唔知迄。迄、那个红菇粿是包什么啊？我讲听吼，所以在孔子来，孔子的这个《论语》中讲，叮当爱个入性，看咱内底是啥物啊？刚刚听到一句话，叮当入性，唔当干那徛在外口哩，你徛在外口，你唔知内底在创啥。所以你今仔日若是在这个法义上的周边的个打滚吼。我讲你唔知佛的法义，伊重点是去讲什么东西？好、哦，那就咱世间讲个讲，还袂加着啊，你就知影讲咸还是正，袂使安尼恶袂推测者。好、哦，这是世俗东西，细汉的时阵哦，都听到迄时代人安尼讲，啊，连阿都还袂加着，你还知影内底甜啊咸的？哈、哦，安怎吼？就是孔夫子讲个讲，叮当入色，较知内容是啥物呢？哈、哦。来，今晚再看一遍。所以吼、哦，研究一定爱精啦吼，啊，咱一定爱真心研究，但是无一定会当达，啊，未当达到圣人之精微的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但初力的直力吼，精力嘛是总是爱入。吼、哦，力有初色，啊，微现，啊，当然达到这个地上的菩萨，吼、哦。地上的菩萨初地甲十地都同样，啊，佮境界无同。何况咱今仔啊，佮伫地前，甚至即个四行书观，咱甲咱入手的，吼、哦，头前就讲安尼，四行书观入手，佮再一个家属，四家行，较早讲乱位、定位、忍位、舍地位，即后壁有哪讲出来？安尼较会当正诸法本来无生，较会当入位性。吼、哦，这个道理是安尼哦。啊，你今仔日若是讲都无解，无解用功啦吼，听都听无个，啊，佫无解用功。当然，你要互你经过四行书观，会去听哦，可能有那无可能入这个法去听哦。这应该大家知影哈、哦。一定要用功，啊，若是讲书，要加减无写伫遐黑板，啊，加减啊，当日头看呢。抄起来等于看，来哈！初中有上法，菩提伽罗法，义乐共性不净，性究竟名所行差别安尼。啊，即个内容是安怎讲？譬如讲头前讲当中行中有讲到一句：属一切义无分别，即句就是只，就是前段。前迄段吼，一第二段。一切义无分别名，好、哦，一切义无分别名，好、哦，即即嘛，即句话是给讲起的，好、哦，咱也会当在讲，一切事一切有，好、哦，本来无分别，是唯有众生要利用，所以心意佮起一个名言出来，名出来，好、哦，安尼唔够思想中间有一个作用，但是呢，即、这个就讲真如法界。是在一切名相，用一切的名相，拢未当得到了解。真如法界，用世间的这个诸相的名，事实拢总未当得到见解。
但是一个就不得不无安立，无那袂使安尼。因为这个真如理体，你若无安立这个命，咱众生有那无法当独手，有那学袂落。因为你知影讲真如理体就是虚空性，你要用什么去个好命拢唔对。但唔对，唔过变讲好众生入法，当然爱好一挂冥想，冥想出来安尼。啊，无好冥想出来，譬如讲一对爸母。啊，生四五个囝，啊，你嘛阁无甲好一个名，阁袂使。所以咱这个囡仔中间较好做中主啦、次主啦、中路啦、吼、次路安尼。啊，毋是安尼就好啊，着阁爱中主什么名、次主什么名、中路什么名，安尼有一个分别。然后爸老母较好认识，后生甲叫一个，伊就走出来安尼。学生，你甲偏好了。有时你甲叫第几号，安尼伊就出来，伊就知影，伊就化药。有时你甲叫伊个名，伊就药安尼。安了解吼，这是世间的思想，用你心意内底一定爱有一个名出来。但是这个真如理体本来袂当好名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灵山法会上较讲不离文字，哈、哦，有无？即句哈，不离文字。但是不离文字伊个袂使哈，虽然真如理体无名。但是却非用，哈、哦，一个无名之名来改表示，迄个无名，啊来改用一个名。有一个囡仔孤儿，伊出世了，爸母都无啊，啊无了，伫家庭出世到处皆流浪。啊，遮人也问讲，囡仔你什么名？啊，我都无名安尼，因为伊老爸老母无甲好命，伊老爸老母都死去安尼。啊，遮人总啊叫。讲无名来，啊，算是无名，就是伊个名嘛，敢是？对嘛？迄、那个无名就是伊个名呢，安、啊、了解无？所以不得不进来在讲无名之名来表示嘛。这个真如理体是无名，所以迄个理体的实体是无名。唔过真如理体就是伊个名呢，安、啊、听哈？迄、那个真如理体就是伊个名，所以顺便就伫种即伊用十种个名出来讲一个讲一切法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进来底都直直讲，比如讲第一叫做法，啊法，佛陀讲个法则济啊，要安怎讲？所以进来底名内底有一个五蕴，有一个叫做十二业，有一个叫做十八界诸法的即个名字名字。啊，伊若无甲咱讲即个五蕴。什么叫做性？什么叫做修？什么叫做想？哈、哦，性、修、想、行、识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即嘛即实实相相，伊就当然是咧世之中，甲咱分析个好些，唔过甲咱综合一个名，安尼叫做五蕴安尼。即、這个不得已无好即个名，咱众生无可能入法，啊，即无可能入法，即中间呢，咱免来学无。所以即个五蕴内底，较过来分析一个。五个小公目出来，色啦、修啦、想啦、行啦、识啦，而且免改啦哈，这伫心经内底讲真清楚啊，免改。像比如讲，阿个有一个叫做十二处，在处伊毋是安尼讲咧，伊个在讲一个十二日，在日中间一个指啥，当然是个指六根对六尘安尼。因为六根会摄入六尘，所以这十二处就十二个点。吼、哦，安尼来知就是眼力必须心意，啊，甲外定定的这个色性用未出法，吼、哦，安尼佛陀用这个十二，安尼甲咱讲，就是包括这个六根兼六尘安尼。啊，这搁再讲一个十八界，哎呀，啊，这是要搁安怎讲？十八界这中间吼、哦，就是因的功能无同，比如讲眼力必须心意，眼有眼的功能，力有力的功能。哦，啊，即嘛来，搁再加一个六尘，色性相未触法，啊，你唔着十二忍，但是会生色，所以眼色、耳色、舌色，这物件安尼加起来都十八界，十八界就是伊个功能无同，所以有一个界限，这个名较分安尼出来，哈、哦，所以诸法的名安尼，但是比如讲，这个佛经内底有讲一个菩提伽罗。菩提伽罗这有哪名？菩提伽罗，计讲啥？叫做一般讲是叫做幽静。
有情就讲众生嘛，吼。啊，唔过啊，還有一个名叫做命，会使讲者。搁再讲呢，就是讲修会使讲，但是搁再讲有情的众生会使讲安尼。啊，搁再讲呢，就是讲依留一来不还安尼。啊，因为这种众生嘛，啊，但用波的提来跟你讲，依留就是已经入圣流，还是依彼入圣流，就讲已经要开悟安尼。无无依留过嘛吼？甘知就是这个个初果的殊德还。啊，但是入流开始叫做殊德还咯。吼，啊，那依留是强强要入，强强要开悟，要进入初果啊。啊，这个叫依留，但是一来就是迄个殊德含嘛呢？殊德含一来就讲搁在哎，唔是。一来啊，个不还吼，一来是差不多伫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个，这个一流就是初个，一来就是二个，那么不还就是三个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应供就是四个安尼，啊都差别啦。所以这个就是一流个啊个就输得还，一来就是一往吼、哦，一往来这个就是三个。啊，无二个，啊不还个，好、哦，安尼来解分别出来。我讲安尼咁对，咁对，对吼。因为这个所在咧变起来，啊，咱即马都想讲解，讲个对较对安尼。哈、哦，七来啦，哈、哦，七往来啦，一来啦，不来啦，哈、哦，不还个安尼，安都差别出来。哈、哦，但第三法。法的中间吼，即马含头前讲迄个法，应该是类似，但伊才有分别出来。比如讲，一经还是一句，吼、哦，一经还是讲一句，会当专注各种即个教法出来，即个法安尼。比如讲，一本经的教法，啊，是一寡语言的教法，吼、哦，即种会使安尼讲。第二叫做义，即个义吼，即马即是义，即义都无变啦，对教法中所传的即个义。你比如讲，一本经还是即几句句。到底伊去讲什么意思啊？呢，那么这个叫就是去讲义啊？呢，第五叫做六，哦，干六六就是讲总名，一名会当通无得法之类。比如讲，你简单甲讲，大概甲讲，这个一个名会当讲出真侪法义出来，啊、哦，像众生定，这个叫做同名。啊，众生是安怎讲？众生就是有善道众生甲恶性恶道众生嘛，吼、哦。安尼，即个都下当拢表达出来，所以叫做六道凡夫嘛，才叫做众生。哦，啊，众生中间有三善道众生、三恶道众生，也是讲无量无数的即个众生，即、這个就是用即个名，拢都下当用着。啊，再搁再来第六叫做讲讲的名，讲名一法有个别的别名，干那一个法都无同的名，譬如讲真如一真，哦。啊，这个佛性啊，佛性，佛的本性，还是讲真如性，这个叫做一个法，有分出真侪名出来。比如人有人的别名，比如讲今仔日出家人，俗名无用，用出一个如何干挂号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现在安尼我都唔知影哈。现在得个何者来号，啊，个者挂号我都无了解。比如事的本身的来号叫做相交，挂号叫做注定。哦，啊，我嘛唔知是安怎较着好安，所以我唔会遐追究。哦，这个叫做人有人的别名。啊，比如讲较早有个人姓名，搁一个，搁有一个什么花啊，一个别号哈。比如讲孔明啊，个诸葛，安尼讲啊，诸葛亮，也是讲孔明，伊本身是姓诸葛，名叫做亮。那个另外一个道号叫做孔明安尼，一个法号叫做孔明，安就是一个名会当通。吼、哦，人有人的别名，啊，那法有法的别名，所以有时一个法，有来种名称出来呢。吼、哦，即马即个是讲安尼哈，但是即马来第七叫做姓，啊、哦，姓的名，啥叫做姓的名？譬如讲，姓是人生的根本，哈、哦，姓啦哈、哦。那么这姓是真如姓，人生万法安尼。哦，真如理体，灵性万法。哦，安尼就是讲，真如理体，灵是灵性万法的根本安尼。
啊，比如讲，即卖即个字阿字，阿字的字母伫文字的根本称作生命。啊，现在阿字的字母，阿字的字母应该吼，伊讲字母嘛，字母有诶称阿，啊有诶称啥？阿，对哈？感觉听着？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，甲对还是阿弥陀佛？吼、哦，拢对啦。嘿嘿，安听无？因为七字阿有七个名，听有七个音啦，安了解吼？但好，我等下甲写黑板吼，明仔准咯，哈，好、哦。